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位歌坛上的一位女唱将，歌唱得真好。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是她自己的歌曲《再见情人桥》，掌声欢迎陈英杰小姐出场。掌声鼓励。多谢你，谢谢。陈英杰歌真正听落到底会忘，因为这个人出世要来唱歌。你也讲安尼嘞？啊，都真正你的歌听到会忘，出世要来唱歌，安那唔对？讲啊好听的啦，免讲什么出世来唱歌，就唱歌就唱歌啦。啊，就是你的条件有够啊，就是讲你的歌声自细汉就应该爱唱，可能你会唱到死为止啊。啊！你唔当作我即马真老的款呢？唔是啊，歌好听，我管他你要老啊唔老，你讲个啥？你唱到死，讲安尼。啊，你的歌好听，唱到死啊，这代表啊，未歹啊，无话假样都未唱呢，对唔对啊？啊，你唔是讲叫我紧嫁就对了。我管他你要嫁唔嫁，你意思是叫我紧来娶起咪？你咧水面啦，我是讲啥？你当作你啥？你当作你亚兰德伦哦？嗯，你嫁亚兰德伦，你嫁对。你含亚兰德伦徛做伙是啥物？你怎唔知？啥物？亲像上王爷庙呢？是。下平安甲环无求安尼呢？你怎唔知啊？一仙大爷，一仙矮爷呢？你怎唔知？你主要是讲七爷八爷。歌单用的讲总共有三个啦，拢即款体格。一个是龙飘飘啦，哦。一个是黄西点啦，一个伊啊，三个拢变大汉徛咧，拄好敢若。那三个座位哦，当作学校要开始啊。是咧外卖，这种的是安怎？加几年，阮同款安尼，细条子啊，细条子好看，你敢知袂臭老呢？哦，这个叫矮种的啊，吼。什么种？娇小玲珑，袖珍型。啥物？这小巧玲珑，袖珍裙。我是啊哟，你来讲一讲，娇小玲珑，讲细条子，讲五叶啊种同款，咱台湾人在讲的。你有做五叶啊种？啊，无要哪讲？五叶啊种的，过去要哪讲？啊，
我袂晓讲这啦。啊，你袂晓讲，你家形容你的身体有这个血花症。啊，讲伊就讲娇小玲珑，唔是足好听。娇小玲珑啊，家己咧提高家己的官度。嗯，这叫做癌肚必肿的啦。什么呀、啊？癌肚必肿叫做癌肚必肿的啦。啊，无你这体格，你要含人比啥？你加再乖会听就无你这体格作早，哈哈，可怜哦。啊，拜你寄养恁囝，听我甲你拍算嘞。恁囝才十三岁，伫读国民学校，拄好要毕业的时阵，就听我家里教教啊，徛来就讲，哎、欸，你钱要花唔花？你都互恁囝精算的啊，你要看看唔知影你。无你是咧万大还是啥哩啊？我是你怎么拍呢？啥意思？我你讲啊，歹听几句的是安怎？我是安怎外歹？那我徛在台顶，大家拢讲我足古锥，你敢知？古锥对，啊是你歌好听，你囡仔还佫歌歹听，佫即落体格。所以你免嫌啦，我也无要嫁你啊，免讲啊多啦。贵要带你面，佫硬要鼓舞落。我带你，我唔艰苦死，我嫁你佮要一粒头呢。做阿公阿婆，若要做三开，要烧金台，安尼啊。恁爸着佫啊，我唔啊为着配合你，我唔着安尼金啊。你讲你乱来作歹乱的，我甲你讲实在啦，敢气数都无啥应付着啊。人袂感觉，人看到我拢安尼拄啊好，做得刚刚好。拄啊好。女孩子太高也不怎么样。啊，好啦，迄你的代志，我是烦恼你寄养生落去配腰骨较细汉啦。啊，即摆换恁的囝，后背还佫寄养生落，煞愈来愈娇嘴。啊，拜。即摆社会敢有共安尼？都一定讲一礼拜人生囝都拢会哦。啊，拜恁的户顶门口唔能做门。用糖啊，同我做做楼梯啊，同我爬入去安尼。好啊。尾啊，迄家伙啊，规个拢即落种的。好啊好啊。讲到安尼，时间像我无一块好同款。啊，无你真正，你歌袂歹啊，啊人会啊，我唔都唔是讲你歹啊。我要搁嫁翁的呢，你莫安尼拍拍我名声。你的意思，我要搁娶咪？啊？你遐古怪，遐达古了，讲要嫁翁，敢那一定我无甲你娶袂用，就迄袂用。我不会嫁你咩？好啊好啊，唱唱紧唱。啊，介绍介这首歌曲是一首闽南语歌。这首嘛是我手笔一首，啥人了解我？来，阿帕婆欢迎一下。谢谢。走